老师我呢也希望把那个国画那个技法呢，尽量就是说在那个通过那个网络的那个力量，就是说传播出去，也没有什么实质的利益或者收费什么的。这位就是摄影师呢，也是义务的，啊，退休的人士。所以如果可以的话，大家就是看到那个片段之后呢，在旁边有一个按，就是喜欢那个或者不喜欢的，别按错了，按喜欢的，给我们一个鼓励啊。然后就是说，如果他多人看，那么传播出去或者排到上面那个，就说这个力量就大，然后就多人看，就是更加容易把那个我们的生命有限，主要是希望把那个东西艺术，尤其是我们中国的那个国粹吧，那就可以给世界各地的人看，传下去。所以希望大家支持一下啊，按个赞，点个赞，谢谢。啊，睇住啊，先用水加墨汁 ，OK。咁啊，画画枝嘅时候，梅花枝嗰啲可以重少少。咩叫重少少咧？你可以揿落去嘅，扭一扭，好重噶，你见到啊？你要浅啲咧，水分多啲咯。啊，呢个好简单嘅啫，系嘛？咁其实我咧画嘅时候系咁样画过嚟嘅。如果你觉得咁样反手唔舒服咧，你可以咁样画过去都得。即系呢个位置都得，咁样都得，啊，即系字好靓噶，所以你写嘅时候你好稳阵嘅，即系唔需要惊佢话哎呀化又剩啊咁样样。呢个位置推出嚟，呢个位又系啦，呢个位又系啦。小的枝可以由上至下的，或者由下至上，这样推都可以，一、二、三。咁即基本上你画的时候，你的心里面已经有这样的形状的了，有这样的形状。最难就是这笔啦，你要啊，睇住啦，你要把那个全画圆满啊，或者你摆落嚟都得，咁你咪手越顺咯。咁样啊，至于嗰啲花呢，梅花画的时候呢，是就一丛，就是一丛那个位置，那个位置，就看上去是一堆啊，不太散啊，呢度一堆，咁样样嘅啊。然后呢度譬如话有少少啊，咁你就分开啲啦，分开啲呢个位置。一堆，你唔可以一二三四五咁咁，梗系唔得啦，系嘛？呢度佢呢度你有嘅，呢度少少，后边咁样样吓，然后就大概啦，大概的样子啊，就是。点台，简单啲得噶啦吓。画完呢个之后咧，你可以摆喺隔篱嘅，冇攞走住先。嗱，咁啊，大概就一对啦。啊，咁你画足啦，系嘛？一样道理啦。嗱，画足就系啦。我今日唔用颜色啦，因为大家都画过知噶。经营耐啲啦，睇住啦，好，好多水分啦，系咪？加少少黑色，好啦，呢度落嚟。画嘅时候尽量唔好超过一半，尽量不要超过一半。啊，这个这里是空的。很爽快，很爽。啊，你说哎，很画印开的那个墨没有？点解咧？出到化，同埋个水分控制得好，啊，主要系水分控制得好。啊，淡啲啦。细一点，淡一点。哎，我们咬一个，OK， 跟住用浓墨啦，你就会停。够钟啊？系啊。OK， 停，上推上去，啊，
不是提上去挑上去，是推推上去。呢支笔同嗰个系平面嚟嘅 ，always perpendicular， OK， right angle， 90 degrees， 永远都系垂直嘅。你唔系咁样做 ，no， 唔系咁样样 ，OK， 永远垂直嘅，就垂直的这样下去推过去 ，OK， 我到呢度啦。听，其实我系咁样过噶。咁你话我只手唔够力，唔惯啊，好简单，一二三咁样过就得，可以嘅。呢度系乱啲嘅，呢度系干净，呢度乱啲，呢度干净，就这里比较复杂一点，然后这里呢干净利落。So this way here is quite messy and then chaos， 但是到上面的 clear 就是这里。干净一点，为什么呢？睇落去嘅时候就会好舒服啦，因为你个耳喺呢个位 ，OK， 就咁样样。水分唔好太多，呢个位提上去，咁样样 ，OK， 加多翻，咁样都得 ，OK。你想再加多塊淡啲嘅，譬如話，就咁樣嚇，咁啊簡簡單單咁樣樣啦 ，OK， 平幅啦，好。第三幅，咁你知噶嘛？大概呢個位置係咪？咁即係呢個位置咧，係嘛？你唔使太猶豫嘅，你其實基本上知噶啦。淡墨加濃墨 ，OK， 呢個位置。石头画得更简单啲啊，唔好太过复杂，简单啲嘅石头画。咁样 ，OK。咁你如果想勾嘅咧，可以。其实你唔做都得嘅。OK 嘅，整台。簡單啲嚇，仲想印多啲顏色嘅話咧，就可以。咁就 OK 啦。嚇，好，蘭花嗰度咧，記住個葉咧，理論上嚟講咧。我哋用濃墨加深淺墨嘅都係咁樣顏色 ，OK？ 畫嘅時候咧，水分多少少嚇，一氣呵成嘅，咁樣落嚟嚇，放嘅呢個位置上面就係竹嚟噶，唔需要睇下，理論上一樣啦，係嘛？竹嚟嘅 ，OK， 銜接得到嘅，咁呢邊又係啦 ，OK， 安咗啲。嗰下點樣做呢？成日都有人問我，其實好簡單噶啦。應該嚟講，我係低啲噶呢個位噶。咁如果你驚見唔到咧，我畫高少少啦。理論上嚟講，應該係呢個位出嘅。OK， 不過呢度畫咗石頭啦，畫多咗，所以我喺呢度出。睇住啦，嗱，你係呢個咁樣上，睇住啊，到呢度 OK， 呢個位嗱咁樣上，支筆直嘅，咁樣上到呢個位扁咗，係咁樣做。所以你做嘅時候咧。上嚟拖上嚟，或者咁样上嚟，弯弯地到呢个位置，斜咗过嚟。咁如果你做多啲颜色嘅话，其实呢度系深少少，你见到啦，呢度系深啲嘅，上面浅啲嘅，因为呢个系浓墨。系呢个好紧要噶，咁样做，瞓低，咁样做。OK， 呢个紧要啊，所以我成日都同啲同学讲，亦都同啲长辈嘅老师讲，唔好净系挂住画。你畫嘅時候，你以為自己識或者學生識，其實唔係嘅。你要講嘅，你把口要不斷講緊嗰啲嘢。如果唔係，你以為佢識，其實佢就唔識嘅。同教師師傅一樣，好簡單咁踩鼻你㗎，咩做隻手啊、太嗰啲，你講完之後，佢
慢慢講，咁樣就就啊手勢緊要。有啲老師好勁咁，但係齋話唔講咁，你咪學唔到嘢啊！咁樣樣，有啲又唔俾影相咧，嚇、啊！呢啲就係中國文化，就一代傳一代，就傳下傳下，越嚟越少，越嚟越少啦。畫嘅時候重啲，重啊！呢、這個好似 Nike 咁樣。咁你中意淺啲嘅，比如話都得，淺啲。其實佢好多嘅形態，佢可以咁樣樣噶嘛，向上都得嘅。或者佢個冧嚟嘅，譬如話冧嚟嘅未開，或者開少少都得。OK， 咁最後啦，係咪變態？